比如说我之前连拍了三档八点档，所以大概五六年的时间，我是持续在上妆跟熬夜状态，所以我脸上有角质堆积到有长出一些像小的油。那个油是如果不电烧掉、不处理掉的话，它会是变大、变大、变大。我烧了170几处，超夸张。对啊，我才烧10个地方，它烧170，至少像中秋节烤肉。然后再加上。我背部有骨刺，就是我现在也还在贴药敷的状态。然后我的胆固醇高到是有点夸张，一般来说低密度胆固醇应该100左右，甚至以下，180以上就要吃药，196，那个是随时可能就会心肌梗塞就。那所以这次拍完，我是赶快开始调养身体。我第一次拍那个《紫禁之巅》的时候，演八家将上脸的时候不能讲话。而且对不能讲话，但是机身，除非我那天正要拍有要上身的戏，应该目前没有太什么禁忌的部分。没有，那时候我不是演八家将那边。对，他唯一跟八家将无关，所以我这一次才想挑战一下。哇，上次没演到宫庙部分，这次可以演到，就想来挑战一下。一切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。超级简单啊，为什么？每天这么忙。对啊。本来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休3个月，但是后来这个角色我觉得实在太特别，那又回自己的母台，我觉得更特别，所以觉得说 Gino 那就回来吧。比如说我之前连拍了三档八点档，所以大概五六年的时间，我是持续在上妆跟熬夜状态。所以我脸上有角质堆积到有长出一些像小的油，那个油是如果不电烧掉、不处理掉的话，它会是变大、变大、变大。那但是那个电烧其实蛮妙的，就是我选择了全身麻醉。对，我也去电烧，我说我就没有全身麻醉，他全身麻醉。对，因为不一样。当天晚上他约我去吃饭，他还说我晕晕的。我说你为什么要全身麻醉？因为我只是半麻。他当然不需要靠脸吃饭啊。你是下意识。对，因为我因为医生有讲说，如果你真的是非常敏感怕痛的人，因为那个热的感觉靠近人会怕，你乱动的话，他是会碰到灼到旁边的话，哇，那是因为你是小生物，有点危险。我60几岁才开始整理，我整理了2个礼拜，我烧了170几处，超夸张。对啊，我才烧10个地方，他烧170几处，至少像中秋节烤肉。但是他处理完状况真的很好，我看得很心动，我才去处理。然后再加上，我背部有骨刺，就是我现在也还在，就是贴药敷的状态。然后我的胆固醇高到是有点夸张，一般来说低密度胆固醇应该100左右，甚至以下，180以上就要吃药，我196，那个是随时可能就会心肌梗塞就。那所以这次拍完，我是赶快开始调养身体。其实是我不喜欢的，我觉得他以前不喜欢。做了什么让你觉得？啊？没有，他以前这样就乱走乱丢。不，他人家你看，人家访问他都要想一下，你不觉得吗？我都叫他不要了，你看三八哦，不是，哎，讲这干嘛？三八哦，你看，哎呦，他说我哪有不疼你啊？然后也甚至被冷冻过。你哪里够、啊？可是那是那叫什么？那是再教育。我问过他，想要有孩子就要赶快。如果你觉得你弟弟已经有了，那就无所谓。那我弟有2个，我家也有后了。那我觉得我现在就是把经济拼得强大一点，让他们可以过好的生活。阶段性任务现在应该要先赚钱，因为我现在手上……哦，他副业实在做得太多了，而且负担也多哦。负担，因为之前曾经在这一行工作很失意过，那时候甚至负债累累，所以我有点怕那个感觉。我现在好佩服他。你现在有多少品业？哦，都算食品业，但品项很多。我也有按摩，还有饰品店25家。主要现在在冲食品，就是冲我自己的，其他都是一起合作的品牌。但现在这个鸡食堂，因为鸡就是我的 Gino 的鸡嘛，是我自己生出来的小孩。那我现在也在电商做得不错，所以这是盈亏吧？就是这个鸡食堂，有啊，我已经在赚钱了，很厉害哎。欸